子生就在出他自己的专辑，你说不给他，这个也说不过啊。结果呢？结果我是觉得两位警官一起来上节目，有来就好了。真的完完全全想给一个人，因为他最后的那一句感动了我。方怡萍，哎呀，来，这一条放在你身上有点紧。就在Die Hard都有热水器。我MVP秀。